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吃卤味了，我教你在家用一个电饭锅就能搞定，想吃什么就卤什么，都不用去外面买了。电饭锅里放葱姜，焯好水的食材，香干、莲藕、七八个顺产的鹌鹑蛋、干辣椒、一大勺盐、冰糖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再来一勺黄豆酱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五香卤料包，外面很多熟食店都在用它。再倒入半瓶啤酒和一碗清水，按煮饭键35分钟，出锅啦，太香了。要是学会了，你就悄悄地点个赞收藏起来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。